好不行了，妈在那个东京的。进来啊，我爸，我爸，好给个不行，来不是一哦，是奥加耶哦。奥加耶，你讲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上车啊，不错的。没有。味道吓死人的啦。我就啥？金爽，啊有人叫金线莲，这鲛鱼啊，你起来蒸，起来红烧。一斤卖偌济？550。只有这两箱，明天卖完就没有了。等加卖偌济？700。反正大家金爽，回去感谢金线。有些台湾人叫金线鱼，它其实叫金线鱼。来700，侬买台要700，600，500。野生的金线比肉鱼还好吃，500。金龟金爽。现在都抓不到机械的狗大公，机会都抢了。五百鱼，哎对，公话变化，机会没你爸公公，知道没有？来狗爸，来狗爸，有人没不？来右边一个。这个腰带以后没有那么大只哦，你去看一下买个不大哦，拜托来狗爸。来阿德，老板金耍来，机会三个起跳的，到机械来，来五百。来谁要？白仓，等下有金仓。来，够人无提了无？来，几百两百，八块，比较贵，跟小条。来右边哦，阿德右边，谢谢。大金线拜拜也可以，因为这个比五仔已经稍微大了啦。来，谁要？来开口八块了。回去用煎的就好吃，如果你不要煎，就用红烧来。我爸，我爸来，客人点头来，金仓，鲑鱼来，鲑鱼来，鲑鱼金仓，金仓来了，好，鲑鱼先了，金仓先，鲑鱼先，金仓来，到底是你老大还是我老大？我爸，现在有爸，妈了，有好，差有差，来鲑鱼有今天带不多，没有泡水，你想要现切自己看是现流还冷冻。不多讲了，我就卖活动的，直接抓起来送工厂哦，电脑切的来，来切我来，好、哦，一袋鲑鱼要偌济来、哦？你们点菜我都听得到哦，除非这是撇的来，拿起来，虾子盒装是吗？对，好，我记得，有，两袋要偌济人吧？妈妈，我当起来无泡水的啦，买三袋，买四袋，要吃鲑鱼来，再讲开钱来。1000块，一袋鲑鱼搁送，一袋搁请你两袋哦，一块鲑鱼切三袋，加两袋来，一袋搁请你来1000块，才几袋啊？6片，平了，还可以几袋了？啊，来几袋？最后搁送一袋来，八袋来，几袋来？还有谁要？谁来？两袋、三袋来、四袋来，让多买，越过年越大，过年人越多。好好好。来收来要吃几包回去玩的人，一包来卖。
好，来。三十包五斤，一般180块，哦。如果你来比较多，你就整包嘛。啊，来比较少就帮你分一半，好、哦，懂吗？来，我一包卡得加五九百。好的，
都全部杀好的哦。这两只牌要买偌济八张，买四只，买偌济偌济。哎，这上好食的配方，伊还佫无啥物油漆啊，中间有大字。不然这两是真贵啦，卖到台伊也是，伊也上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来两百块。两百块，然后给你开好气场。哎，就爱美爱美贵位，两位八位十位十四位，最后个啥？十六位来两百，来十六是来两百。来，再来加满四百哦。两百。来两百，来两百，